造成社会大众的困扰，非常抱歉了。那也感谢这个我们法官哦，给我一个清白，我没有，并没有证券交易法违反证券交易法。那也感谢这个检察官，感谢这个民航局哦。那我会配合所有后续一切的这个调查行为，好，那我想最重要的，我要这个让美动航空这个能够还在努力继续经营下去，也能够维持员工的这个所有一切的权益，好，那也积极在办理这个我们十几万笔的退票，还有这个退票作业。我想哦，是有些员工误会了哦，这个公司并没有去妨害到所有员工的任何一块钱的福利。那我想今天已经解释清楚误会了。走这边，侦查中，侦查中。